只要射出异味，就会开始绕圈。它是侦测犬 Lucy， 如果你在街头看到它，可别随便上前示好，因为 Lucy 正在执行任务。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做，可能这一棵的这个角落有味道。巡视街头行道树，只要一发现异状，就会席地而坐，一个眼神会让训犬员知道哪里有问题。已经有5年经验的 Lucy， 靠着闻树发现特殊气味，找出哪一棵行道树染上贺根病菌。 因为每个乳犬拥有灵敏的嗅觉，只要它看见树木就可以知道树木有没有臭水跟有气味，有没有罹患核根病，来帮助管理人员来做事前预防。都市行道树因为树穴小，加上不透气也不透水，根部发展受阻碍，因此容易发霉产生病菌。加上连日大雨，导致一周内北市就有2棵大树突然倒塌。 大同区路树倒塌和5辆车3名宅受损严重，士林还有公车被大树击中，差点酿成伤亡。接连意外让市府工登处发现警讯。在同一个区域，好像会有反复发生的一个情形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都当成热区。针对热点加强巡检，更从原本一个月检查一次，增加为2次。但贺根病菌长在根部，初期实在难以发现。假设你的生长环境不好，然后长期水透气不好，就会发霉，就会让这一棵树啊的。 的原来的抵抗力就变弱，就担心路树受到大雨影响，抵抗力变得更薄弱。市府发动超前部署，要侦测犬嗅出异状，在台风季来临前先未雨绸缪。经新闻专栏于嘉伟采访报道。